看一个个，真正无双色，为红为囝恁拢说，忝甲头咧咧，要做好贤妻，我人的心底，哪有十八般武艺，保证你顶顶过，会晓落两半个，会晓甲压落底，练好。生长，打十八当人无问题。我心心心心所爱的一个家，就甘甘甘甘愿付出无代价，是创创创创到顶顶头门底。恁若平安心，就轻松。你怕我？你这小杂毛！你这臭杂毛！你臭杂毛！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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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若是要继续赛圣地，唔去好好想办法叫恁爸。我呢，我就自己去想办法。为了救恁爸，不管我去别个乡，爱我做出什么牺牲，甚至叫我去乡困，我拢愿意。真正要救阮爸，你对阮爸是真心的。恁爸强硬的时阵，咱本爷好气，过好的生活，起码恁爸了知啊，我哪可能目睭紧紧该放唔管？非得我原本就是一个什么拢无的人，只爱当救恁爸，啊，我放弃我的尊严，对我来讲，这嘛无受伤。哇，麦克，嗯，你敢真正认为，不是江崇仁出卖阮爸的？无可能是，难道是迄王文金？伊看你遐尼差吧？凡是是暗中将江崇仁的行踪走去报警，可恶！我今日气到拢袂记得，还阁王文金这个人，我真正是拢气到昏去啊！我阁一直误会江崇仁，阁搞话讲到这么绝，啊，起码是要安怎才好？不要紧啦。我甲恁爸慢慢冤甲相拍，最后嘛是无代志啊。你嘛想过随伊嘛好啦，伊才袂认为哦，你是你爸给伊，还是对伊有啥物目的？啊，不过我甲话讲到安尼，伊一定气到对我死心吗？啊，以后伊若是无爱插我，是要安怎？伊即马等你回过头。回去自杀嘛，不要紧。会感觉讲哦，你嘛是有脾气，你是用真正的个性，不是在骗伊。伊即马阿袂得到你，对你一定会挂心。咱就继续躲，继续爬，
看伊是毋是继续付钱，就知伊的态度啊。啊，万一伊无要付咧，那安尼更较好啊！你就有理由去找伊哭，去解认丢，伊就感觉赢啊，因为你最后还是等于救伊。你若是会有赢的感觉，就有机会解嚼死死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查甫人最爱民主，什么时阵把伊的民主提走，什么时阵把伊的民主还给伊。只要你有在条江岸，伊就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为着爸，这次我会更加细腻应付江崇仁。我甲你希望，恁爸会当继续变好势。莫阁用冲动惹出什么代志，只要伊当继续忍耐，咱就有机会救伊。是讲这缘分哦，是足奇妙哟。咱本来是朋友，尾下个开一个小吃店，怎么煞变作是亲家啦？这应该拢是哦，天公伯咧牵线，这足无简单缘分，咱就要好好珍惜。哦，安尼哦。你可好意思讲？当年你是哪会跟我做朋友的？你家己讲。哎呦，李平姐啊，你哪呢啊？讲来讲去，咱的缘分哦，会牵成安尼，这无做主家长是成功，成功。所以，不要跟我计较啦。哎，你创治啦，我哪有可能跟你计较？其实，论亲讲起来哦，你甲一林出现。阮晴天伊个食的才真正出现，看到伊幸福，我真正是足欢喜的，我顶多还感恩恁嘞。所以林明姐，你即马着翘脚单抱囡仔孙，有够福气的啦。那这绝对有影，吼！以往啊过年哦，拢干那我甲晴天两妈孙啊，冷冷清清，以后哦就袂再孤单啦。是啦，我甲将军嘛同款，我想今年的过年应该是上热闹的过年啊。我看这一切应该拢是张开牙的底。我看咱大后以后哦，团圆饭那是一道，应该几落几落道。那讲到这哦，日红，你甲将军要较拍拼，加生几个啊，添点点，安尼较兴旺。无怪人拢讲哦，过年上惊四大问的问题就是，即摆有男朋友阿未？啊，即摆薪水偌济？当时要生囝？即摆阁真正有法拄着。小琴啊，原来恁家是拜钟馗爷？是啦，你一定感觉真少看到对无？其实真正原因我嘛唔知影。自我捌代志的时阵，我就知阮家是拜钟馗爷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嘛常常行香对你拜。竟然有这拄好的代志，是安怎呀？请问，恁爸伊叫什么名？钟天霸。天道的天，霸气的霸。咱就是制裁者，什么制裁者啊？是安尼啦，之前一林甲晴天，因互人用邪术甲伊伤害，我阁专工为着这件代志，走去问阮妈，看妈阮爸之前有甲伊讲过关系着风水读书的代志无？阮妈甲我讲，阮爸爸确实要甲讲过。只要南珠、北江两大风水世家，若是有人做歹，制裁者就出现。所以钟君的阿公，伊的名，佮制裁者的名一模一样。嗯，当年钟、珠、江这三家的祖先，为着要提防朱家、江家。
这两家后代子孙会为非三族，所以就甲父母大帝将飞爷迄个后代有做约束。假使讲若真正有人做歹，逆天而行，蒋家就会出面阻止，横咬父母。这才吃，就是蒋天霸。我爸是这才吃。我真正无胡白讲啦，你若是唔相信，我会用摕阮爸的日记给你看。哦，无啦，我唔是唔相信啦，只是我唔捌听阮爸讲过。你滚过去讲讲话无唔对呢？你敢袂记得我头一天来的时阵，滚过讲过，伊进前跟恁爸爸啉烧酒，恁爸酒醉了，拢会讲行业服务的代志哦，伊就会聊落。伊阁讲，伊家己带天命的，伊有另外一个身份甲使命。这我嘛捌听钟君讲过咧，迄当中搁在想讲，到底是啥物款的天命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所以我总算是找到钟馗爷的后代啊，真正是老祖先有保庇，咱两家有搁白做伙啊。也毋过，我爸即马都已经过身啊。若是讲要降妖伏魔，我嘛毋知影要哪做啊。你可真多想看卖，恁爸敢够甲你讲过啥，或者是有留啥物物件予你？比如讲记事簿啊，还是日记啊？无啊，我干来记阮爸一直提醒我爱尊天道。我阁问伊讲为虾米，伊甲我讲你大汉了后就知影。也毋过后来阮倒就去互问啊。歹势，还在想起伤心的代志。没啦，至少我即马知影，毋是阮爸啉烧酒醉的时阵后白讲话，阮蒋家真正有使命伫咧。也毋过。若是讲这制裁者要安怎做，我即摆嘛完全唔知影。不要紧啦，咱哦为好的方面去想，至少咱即摆已经知影，原来过去咱两家有这尼啊深的恩恩。所以恁这两家那是亲家呢？啊，认真讲起来，伫个一百年前，恁两家就是正义家人民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！以后我若是有发现阮爸有留什么物件，我一定马上通知你。好啊好啊，多谢你。真好，总算是有淡薄仔进展啦。好佳哉，亚洲接受妈妈教室的课程啦！安尼我都有机会当见到亚洲，甲伊博感情。亚杰个性我上了解啦，食软唔食硬，只要我表现出我对这个囡仔的重视，也过我家己的性命，总有一天啊，伊就会软心，伊就会愿意和我甲这个囡仔有接触，安尼我就袂失去做爸爸的机会啊。吴信泰，如果是你。哦，我足惊你误会咧。亚姐，你来啊！你来来遮？当然是来上课呀。你看，你先出来接到通知。这个妈妈教室的课程是我买啊，我当然嘛会接到通知。而且今仔日是准爸爸的烹饪课，所以我这个准爸爸当然嘛要来啊。准爸爸。这款话你嘛讲会出来啊？你家己做过啥物伤害伊母仔的代志，就免我提醒啊。亚杰嘛讲，已经跟你无关系啊。你搁叠加高高低，原本我是无想要插你啦。啊，不过既然你家己愿意跳出来我洗面，安尼我就无需要客气啊。母信太啊，借问一下吼，你甲亚杰母仔的自头到尾一点关系拢无啦？
啊，你现在要参照一只猴神啊，一直黏在伊的身躯边咧顾人玩。你是食饱受用哦，是要日行一善是安怎？可是讲你若真正这么好心，你会当去育幼院，还是老人院斗相共啊？你免少想，想要做一个变老爸啦。世界上无这么好看的代志。我要安怎做，跟你无关系。你只要会记得，你早就已经失去做爸爸的资格就好啊。亚杰即马上需要的是平静和快乐。你若真正为伊好，就莫过来找伊麻烦。相公啊，失去做爸爸的资格。亚杰拢无讲话啊，你是凭什么替伊做决定啊？陈道俊，我无出声，是无想要影响到我甲宝宝平静。你唔知悔改，利用你孙仔的身世来出卖伊，害青天还佫有超强，差一点造成危害。你这么无良心，为着家己的前途，会当牺牲家己的亲人？雅姐，你哪会知影？我哪会知影？你敢做强人仔哦？你这么无天良！我怕即个恁爸爸陈忠信，妈妈想要停你，把你赶出去。你凭什么讲有资格来关心我母仔？刚刚是，你表面上想要关心囡仔，啊，不过私底下想要失嫁我母仔。天地良心哦！你巴肚内底这囡仔，嘛是我的骨肉啊，我哪有可能失嫁陷害伊啦？我只是单纯想要尽一个做爸爸的责任，想要好好陪这囡仔出世到大汉。我无希望伊伫成长的过程当中失去爸爸的保护啊！你敢知影？无爸爸的囡仔，我尔可怜。以后伊若是伫行互人欺负，拢无爸爸能替伊出头呢。你敢忍心看到咱的囡仔安尼孤单面对互人踢出的生活？我的囡仔有阿公阿妈，还佮有阿舅的保护，无需要你烦恼。我佮你讲一届，这个囡仔。跟你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就算我一出事，我嘛绝对无可能让你接近伊。无可能，这是我头一个囡仔，嘛真有可能是我即世人唯一的骨肉。你爱我放弃，我做袂到。我明天跟你讲啊。阿姐，稍等你啦。你放手啊！阿姐啊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拆散阮爸仔囝好无？我会买这个妈妈教室的课程。就是希望讲，会当为这个囡仔出世之前，都陪伊伴在伊的身躯边，予伊全部幸福佮爱。敢讲你袂当替我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啊？你无说情绪勒索，我无食这套。可是讲，你买妈妈教室的课程，是为着甲我哥哥订。那真简单，小等我去甲退掉，甲钱还你。安尼敢袂用钱？哎呀，姐，拜托你看我这个月莫拆散你阿囝，你莫讲下手来哦，不信来。你是欠怕是无啦？我袂甲你相怕，因为我无想要伫咧亚姐面头前甲你冤家。啊，不过我也是要考劝你，你若真正为了因母仔囝设想，你就回去好好检讨家己，予大家看到你真正悔改啊。啊，若无，莫讲照顾，连予你看囡仔，拢惊囡仔会叫你带歹去。吴信泰，你莫甲伊讲遐济，行。雅姐，雅姐，吴信泰，你安尼一届过一届跟我抢囡仔，甚至利用我的囡仔得到雅姐的好感，你真正把我这正牌的老爸当作是塑胶做呢？既然这么白目，那你就莫怪我，我把你教死。今麦看到儿食材，内底有足侪铁质甲叶酸。伊那三个月时阵，需要这种营养来帮助伊那头壳神经发展。来，我今麦就来教恁安怎做。准爸爸，看清楚啊，好好哦。无问题，我一定会当做出让妈妈食了会欢喜，也会当让囡仔完整吸收到营养的好料理。海瑟，这个课程是有准爸爸的。请问，是啊，我就是准爸爸，无唔对啊。啊，老师，你嘛知影，亚杰是单亲妈妈嘛，啊，即马当需要人支援个照顾，我做朋友的当然是过来甲收听啊。啊，既然
真正的准爸爸已经出马，那安尼嫁就会当离开啊。大门伫遐，顺行无送哦。陈东俊，我无说你嫁无，应该离开人是你。雅姐，你无需要，并无代表囡仔无需要啊。我相信啊，我这个亲生爸爸煮出来的料理哦，唔然会当让囡仔完整吸收到营养，也够有满满的。陈东俊，我是不可能会走的。我会踮在家是因为雅杰伊需要我。就算讲真正喊我走，嘛应该是雅杰开嘴才对啊。轮未到你来注意。不过即马真明显，雅杰根本就无希望你踮在家。你若是搁大面神闹来吼，那你就真正足歹看的哦。瞬间无上。姐啊，我只是想要尽一个做爸爸的义务啊，而且这个费用是我出的呢。好，讲到费用，我今麦就去提钱。你提钱，等我离开，咱互相无交叉。阿姐，你是安怎要这样固执啦？我只是想要用爸爸的身份，为着这个囡仔付出，就算讲一届安尼嘛好啦。你这个人已经惯习讲一套做一套啊。假使讲我即届愿意予你对爸爸付出，你敢真是就会当心满意足、甘愿放手？袂，你敢若会愈来愈小贪，愈来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好啦，假使讲你若是唔愿意相信我，啊，无就当作是我开五万块买我即届亲身为着我的囡仔煮料理的机会，安尼好无？王秋长，拄好有一个学生临时无法度来，食材嘛加一分，其实无要紧啦。哎，是啊，雅姐啊，拜托姐啦。雅姐，既然连老师拢讲话啊，我就会留落来啦。卖妨碍着课程的进行，和老师拍走。而且哦，你甲伊伫咧家师无旧甲。你的心情嘛好，我跟你讲哦，你都啊深呼吸哦，心情放好轻松吼，莫生气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相信伊，我看到伊我都袂堪要去啊。雅姐啊，我拢已经退让到这个程度呢，你都莫阁受气好无？你若是一直安尼受气哦，安尼情绪会去影响到囡仔呢。你若唔信哦，随时去照超音波啊。我给你保证，那个囡仔的面哦，绝对结龟球，袂输酸梅脸呢。我的爸爸跟我同心，看相信跟我同款，我想看到你。雅姐，我呢啦，啊，慧玲哦，这课程是爱准爸爸来动手啦。卡叔，你也真正有无多面对伊，我来面对。对啦，孕妇的心情卖激动较好。王小姐，阿是我带你去休息室休困，心情放轻松。雅姐，你有乖乖听老师的话啦，莫甲你家己袂得过哦。那呢，怎么办呢？对啦，老师，阿雅姐最近哦，较食袂落啦，敢会当补充一寡会当增加准妈妈食欲的调味料？当然会使，您先准备。多谢你，麻烦啦。这边请。
拄只多谢你嘞，那不是因为你替我讲话，我这个做爸爸的都无法度替我家己的囡仔煮料理啊。啊，歹势，无说你去回掉。免搞回事嘞啦，就当作是你的生活。好了，本来是要想要跟你说多些，煞电脑给你添麻烦。我看我也是莫搁搅扰你啊，莫耽误你的时间，咱就各人做各人好。你的汤滚了啊！这里的啦，还躲进来呢。你应该不希望雅杰吃到你的枕头啊。无啦，阿都溜手啊，多谢你提醒。姚百三，等一下都给你好看。这是你买的香料。哦，多谢。这是你的调味料。嗯。哎，你的汤滚了啊！你也滚手套啊！不能！哎哎，哪样的？我手套来收起，哎，救人！我，哇，这兄弟，什么烂手套啊？要随纸糊的咧，啊，吸着火，规个拢烧起来啦！我看哦，是你家己失神啦。伫咧厨房这种所在哦，毋是动刀，是动火，啊，做代志一定要专心。刚有啥咧提醒啊？拢嘛厉害啦！是啥物代志啊？陈东俊，哪发个大细声？啊，可能是家己无注意哦，迄手头挖火挖伤紧，烧起来。隔热手套都得会，那我可能在你干那修起来。隔热手套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陈东俊。你是谁？切，你来叠下。你这个满心做嘅人，拢会当搞破出来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为着阿爸死去的人，是安怎袂当出来？拄则恁伫外口时阵，我看到陈东俊甲恁咧冤家，后来气不不离开，我因为好奇跟伫后面，想袂到竟然互我发现，伊走去化工行买淀粉。
我哪有可能买什么磷粉啊？无呀无这的代志，你莫有白讲哦。啊，这你还着急，心虚哦。我是有什么通我心虚啊？你也是死性不改，目睭紧紧讲白贼，无一句是真实的。我听无你咧讲啥啦？无代无志，买磷粉是要创啥？你当然是想要偷偷啊，把燃点很低的磷粉压在吴信泰的手头，还是小熊？陈东俊，你竟然想要利用对爸爸的爱来安葬吴总诶？啊，不过我拢无安怎啊？啊，顶多是伊手头烧起来。迄是因为拄则恁咧无闲的时阵，我已经把手头换过来啊。要那无，白白拢是一模一样的手头。想要叫吴信泰无代志，陈东俊刷 barbecue。陈东俊，你哪当这样卑鄙啊？雅姐啊，你这摆是头壳无清楚哟。林子谦讲的话那是会当信哦，你拢会背啊啦。林子谦，我看拄则就是你啦，伫个手头顶面动下手的，你就是想要爆料小案，头壳要关不好的。你是一定要踏到地方才死心是吧？第二金骨伫遮。你创啥哩啊？因为你讲的拢是白贼话，为着买，让你有辩解的机会，我就用证据，让你继续变阿祖。你搞点点啊你啊！做袂到，因为我希望后世人会当好好投胎，所以这世人爱把所有业障拢消消的。听开，你的小鬼仔卡着是我头一个定，所以我绝对袂记点点。你等下看麦。顶管写了真清楚，伊要啥？这顶管写了清清楚楚，磷粉。陈东俊，我真正为着过去，我爱过你这个粪扫，敢要继续？是，我承认是我做的，也不过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我的囡仔。我即摆已经啥物拢无咧，看这个办事，我看以后你嘛无可能把囡仔让乎我。我真正不甘愿，目睭紧紧看着我囡仔，我不信来抢走。好，为着和你铁弟死心，我想我应该来证明我的心意。俊泰，你根本就无需要抢。因为在我的心肝内，伊早都已经是囡仔的爸爸。林子倩，你原来啊，你交保出来了，动作就这么多，就是超工要把我骗来你家。是啊，东俊，咱这么久无见面啊，
我坐车的时阵，逐天拢在想你。老公，你无？哎呀，莫来这套啦！伫咧我知影你对我妈动手的迄个时阵啊，我甲你哦，就已经稳断义绝啦。啊，是要安怎才好咧？你想要等，我也阁无想要等。林子倩啊，你想让乖个头歹去啊是无？迄个时阵，我阁想要抵你的性命呢。相爱相杀，安尼才上刺激。咱的感情才有法度行了久长，你讲对无？我就知影你交保出来了，你绝对袂放我甩你。我现在准备帮你耍，因为爱你，我出手太难，我甚至拄我家己一刀母，甲差一点仔无命。为着要甲你做伙，我失去事，失去主将，甚至失去我所有亲人。我活来是啥？是你的作践。竟然想要用我的血、我的性命换你家己的自由，陈东俊，你真正有够无良心的！哼，这话哦，我完完整整幸福你啦。当初若不是因为你一直来搞我诱拐，我哪有可能放弃这么好、这么爱我的雅姐？甚至不到最后，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名声，全拢乌有去，搁向你来怪呢？我有怪你，当初是啥物人讲王雅姐跟你无共心、无了解你，无法度替你生囡仔，害你感觉足空虚的。伊阁讲我是你唯一的爱，结果我为你付出一切，甚至不甲白生时阵，你只听到王雅姐有心，你的心就我去伊遐，阁甲我亲像破鞋咁快断掉。雅姐巴肚内有我五万只尔久的囡仔，我是要甘放回先唔对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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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囡仔，独家王雅姐才独宣布，有心态才是认定有资格做囡仔爸爸的人。你这台北的杀人犯，是要安怎甲东东武山集团总经理比啊？你给我点去！我就是囡仔爸爸，有心态算啥？你是在笑啥？你不是笑，不是笑！继续提啊，提更加大胆的。看是我的刀紧，还是你的手较紧？你紧嘞！当中是爱有了心定的，陈东俊，我看你看出错啊！你就是一个自私、软弱、无路用的笨手，想要扳回王雅杰，只要有我林子倩在。你一世人拢卖孝顺啊！你是要用你后半生来跟我拼？好啊，咱就来拼看卖，看谁会用笑到最后。你爱的是什么款的人？你爱的是什么款的人？
手指吼，是我千经万算做一大堆功课才拣一卡手指的。啊，唔知影这个款式子彤有介意无？啊，万一子彤是无介意，是安怎？今麦无多管遐尼济啊，子彤我特别搞，我要甲求婚的前置作业布置好好势，才会别空。不好意思，是我无注意看路，啊你有紧无啊？来，少年的啊，你嘛好心好意的走路，莫走遐尔紧，较慢会用的袂哈？是。你看是，一丛食，丛袂食，佮一只大象同款。我是有吓人呢，我是袂堪要啥弄到的呐。是的啦，啊，不过我今仔日赶时间，啊，你若不安怎吼，我就先来走啊哈。等下，少年嘞！刚讲这卖少年，皆拢遐尼啊无礼貌是毋哈？怎么你有甲我弄到？你嘛爱小关心一下，讲啊，看你人有要紧啊无？啊，我是毋是需要我送你来去病院一下安尼？啊，拢安尼，无安尼拢无讲无答，我咧要做你行，啊你唔？你只要是甲我当作我诈骗集团，啊我跳过来甲你弄，啊弄跋倒，啊要甲你揩油，我敢有想做迄款人？我有想吗？不。我无迄个意思啦，我是真正咧赶时间啦。无安尼好啊，我予你一张我的名片啦。啊，你若有啥物问题吼，啊是你需要我赔偿你医药费，随时拢交联络吼。来，我真正赶时间，歹势，我先来走啊。先坐好嘛。子彤，咱两个拢交往一段时间啊，你着真尔毋相信我？谁叫你向阳母即出？哎呦，林子彤啊，咱的女朋友咧讲拢卖时不时制造一寡惊喜啊，是啥？无人亲像你安尼啦。人的惊喜哦，拢是伫咧生日啊，是纪念日。啊，今仔日啥物都唔是啊！你雄雄母子，搁袂足奇怪哦、喔。哎呦，啊，我着要甲你。反正，你着听我的，紧坐落来，等我捡你个眼罩揢落来，我保证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时阵若是惊喜变惊吓，我绝对会避免哦。我保证你。啊，哪会别人求婚拢这尔浪漫，啊，我的求婚诉讼讲到我真变态同款。我若是无紧啊手指找着吼，我的求婚就要破功啊啦。这就上了。哎，别客气。你个狗仔精神，你给我个变态吗？你不爱他走？不是，你喜欢那个？小心，小心，好不好？狗公婆，你不爱他走？好了，小心，我不喜欢。
然你的眼罩脱下来啊，你敢会当先甲我出去去？你到底在比啥嘛？我拜托你，你着先听我的，我保证绝对袂让你后悔，好啊。咱两个为不打不相识，高并肩作战，面对一摆搁一摆的困境，咱拢做伙牵手走过啊。未来人生，我唔知影过多什么挑战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只要有你伫我身躯边做伴，不管有什么款的困难，咱拢当做伙面对，做伙解决。所以，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手交我，让我把你牵牢牢，一直到咱的头毛拢变，唔对，是生生世世，就算有将对我亚神啊，我嘛要上中撇落下风转，把你林子通变牢牢。上强劈落下风船，哪会听起来怪怪啊？想超过啊？敢会好梦变啊过低调诶？无想过这世人，你拢爱互我甲你牵条条。那安尼，我即摆敢会当甲爸准备好给吗？你的眼光足特别的呢，因为要有上特别的你，当然嘛要拣一卡上特别的手机啊。你无介意哦？这是我专工位。为恁旧厝的阿祖的衫橱内底抄出来的是无？不是，我的手机是我专工请一个做名的设计师来设计，阿奶，一定是红桃无义的，我今仔第一句就掉进死死。大姐啦，是不是这卡？陈志卡，你为倒位找到呀？就交在你囡仔顶悬啊！总算会找到，我心中强要停去。那安尼，志卡手机是啥物啊？这个有足重要诶，等下摕互柜台就好啊。安尼，你即摆是不是应该？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是的哦，这个求婚求到足垃圾的，啊，不过嘛，垃圾到足特别的。我想，我以后一定会留咧，偷偷啊，甲咱的子孙讲。妈咪呐，足搞笑的。那你即马是要替我把手机挂起来呗？别！
对啦，客伯，啊，丽萍姐啊，去阮家又讲到什么制裁价，这件代志你敢知？制裁价？讲起来这缘分嘛真奇怪，我们家自细汉就歹开呀，啊，去人门门了后，我敢讲我家己逃走，都无人阁继续拜啊。这摆我等于古厝，我甲重新安坐，重新继续拜。啊，丽萍姐啊，竟然讲阮家甲主家还阁有江多生，因一家的姻缘。伊讲这两大风水世家，若是有人行骗做歹，这个制裁者就会出现。啊，这个制裁者竟然甲阮爸的名一模一样呢。嗯，有这款代志。客伯，当初你出面请大家阻止这个江多生为非三族，你敢唔知这件代志啊？我是无听讲过呢，啊，也毋过，你会当去问林家的老夫人，无听到伊会知影。那呢，等阮大家出院了后，咱同齐来去，去听伊讲讲。好啊。静瑶啊。你即马是毋是搁伫咧挂念万条湾啊？阮爸搁走去啊，我真足希望伊会当早一日出来投案的。唉，想袂到啊！啊，迄个新敏啊，也搁顶回关，搁帮助万条湾逃走，唉，迄真正啊，都无机会啦，我啦。你啊，莫想遐济啦，莫去插恁爸啦，这拢是伊家己啊做得来的。是讲啊，迄、那个林家的老夫人有安怎无？有去惊着？我要来进前，我去病院看过伊啦，看起来是无受到啥物惊吓，啊，不过气势无啥好啦，啊，所以国庆坚持我要伊出院，叫伊做身体的检查啦。我较暗会过去看伊。阮爸伤害着老夫人，我真正替伊感觉足歹势。假使讲我若找着阮爸，我一定会苦劝伊，好好甲老夫人赔罪。啊，不过我看阮大家无怪罪万条万的，伊颠倒搁替伊讲好话，啊，唔知影万条万是毋是有甲伊讲啥？伊竟然讲。万条万的本性是袂歹呢。一个名门的凶手，有啥物资格讲本性袂歹？静玉，你唔免感觉自责啦。万条万做的代志跟你无关系，我袂去怪罪你啊。我知伊你明理啦。杨哥，我看阮爸呢，一定唔知要悔改。讲实在，我看你嘛是是足艰苦的。我嘛有苦劝伊爱出来投案啊，也毋过伊就是一直拢唔听。哎呦，拢已经点啊？呢钟军甲梓潼讲要等来食饭哦，恁拖拖刷刷，可能约会约到袂记时间哦。因若是约会约到袂记时间哦，咱遮的时段就莫等，咱甲好料拢食完，欢迎约会。等下啦。哦，工人广告啊吼。安那我妈妈要甲家己的后生抢杯食好料呀？啊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哈？哎呦，手牵手的呢。哦。哇！这是啥？哦，真才见，头家刚抱起来吼。德庆，有点，咱要做亲家啊呢！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哎妈，我未答应要嫁哦。啊？这个念头竟然为水内底提出一个老阿婆的手指要跟我求婚呢！我拢还未嫁，就咧嫌我咯，嫁过就随便黄脸婆啊！我还要考虑一下。是啦，你这么讲，你是要创啥？我不是刁故意的啊！哦，
这不了严重呢，这求婚手指这重要物件，竟然删唔掉去。无你是随身带两卡手指，甲无同款人要求婚呀？爸，你莫伫遐三天火倒哈，人我甲子龙只是浸温泉尔。只是浸温泉尔。然后啊，我就甲我准备好手指要揢出来的时阵，阿祥知影，迄只浴巾的阿桑，把伊的金手指交伫浴巾顶头，我拄好用着一条浴巾，讲到底吼，就是呛死呛死尔啦。一卡，一卡，一卡才是我送的吼。新交呢吼，我水底下底捡手指，这届自动捡到的是金手指，那后届捡到迄银手指还是铜手指，唔是，一声计有三个人。好啊啦，你后生出差你搁较笑，这老爸子老够强的。煞煞去啦，飞碟哦变做黄脸婆的黄脸婆啊，我那是变老，都给中军变了比我搁较老，你就好啊。这红阿某上幸福的吼，就是当白头偕老啦。要唔过吼，你要变老进前吼，唔通袂记爱先生一大堆囡仔给阮抱呢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啊吼，你接受我求婚的代志，若一讲出去，因就会催咱紧结婚，催咱紧生，长辈模式全开啊。哎呦，恁两个爸仔囝吼，迄爸爸的程度吼一模一样。哎，真正，这后生吼是袂当偷生哦。好啊啦，哎，疼哦，已经疼过疼过啊，哎，个疼了也是打起啊。我看哦，咱来食饭啦，哪只哪干？哦，来来来，食饭食饭，哎呦，听你这讲话吼，你别急啊腰。哎呀，这子彤啊，你伤瘦啊，一定要加食一寡，安尼身体才会好啊。哦，阿公，妈，你家己食就好啊，我家己来啦。哎呀，子彤啊，你大天都无闲，噶安尼无眠无日嘞，食饭哦，拢安尼凊彩食，今日是足无简单，才有法度安尼坐落来好好食一顿嘞。爱加食寡，加食一寡肉，安尼较有营养，才会当生肉。子彤啊，阿公啊，我有准备一个果冻啊，要送你。来来来来，这是这个保平安的药啊啦。哦，哎，阿公我送给你做纪念的。子彤啊。这叫做平安扣，意思就是让你出入平安，吉祥如意啦。多谢阿公，我一定会每天挂在身躯顶的。我最喜欢这种特别的东西。这吼只是一个纪念礼啦，吼。你若是甲将军结婚了后吼，阿公啊，就将这个世界集团的股份啊，归乎你，吼，乎你啊继承世界集团。阿公，你要把世界集团过给我？唔通啊，那是你的心血，我完全拢无贡献啊，我无迄个资格啦。哎呦，你无够资格，那呢我的事业是要交给什么人啦？即马吼，情侣有结婚啦，哦，那将军也佫煞庆啊，嘛有结婚啦，哦。原本啊，迄个新敏甲盈盈嘛有结婚嘞，要唔过啊，我即马无要好因啊啦，一线五里都袂好因。我是惊吼，我若走了后啊，因会利用这个黑人亲戚的关系哦来抢，所以我就想啊，要趁我清醒的时阵哦，紧来交接哦，将股份转移，安尼因不怕惊哦。就别来乱扛棒啦！子彤啊，阿玲阿公安尼用心计较的安排，为着就是要保护世界集团啊，你都莫搁提示啊！阿公，我一定袂辜负你的期待，
替你甲世界集团顾好。嘿，安尼就对啊啦，你放心啦。你看，有这么多人啊，给你斗三工来换啦，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啦。哦，客白，啊，你送子彤这么大的结婚礼物，你看我是要来跟你拼啦。哎呦，哎，将军哦，就是上好上大的结婚礼物啦。老师，咱拼财产哦，在你面头前我拼命，所以我敢来当拼名声、拼故事。嗯，子彤，刚才我伫非洲的时阵哦，替一个国王做随身的保镖啊，所以哦，我救过伊的性命，伊家己祖先哦，开国迄团家配枪送给我，我即马专送给你做团家宝。哎，那有人送枪啊，新妇做结婚礼物啊？讲你枪，你毋是普通的枪呢？啊，你送枪我知道，你是安生伊结婚了，逐工拢对我捡到枪哦。啊，你唔捌啊？我送我未来的新妇呢，要做上风保镖。啊，伊啊无乖哦，伊随时提出来架势哩，这个做行战休战，啊，免走嘛，无要紧啦。这个我介，多谢阿姐阿姨。嗯，该叫爸爸妈妈。哦，无喏，待等结婚了后才通叫啦。爸，你得倒倒等。哎，我送我未来媳妇上枪呢，你结婚干什么？我要去香港出差几天，恁得倒倒阿瞧。子彤啊，你哪会雄雄决定要去香港啊？有一个通路商哦，想要了解阮的产品，所以我做一份报告，想讲哦去甲伊介绍，嘛顺便去看伊的通路规模，真心走一撮较放心啦。哦，那安尼我陪你去啊。我是去出差，也毋是去佚佗的啊。哎呦，将军，你莫咧甲子彤对调调，人即摆要拼事业，你都互伊专心去啦。是讲子彤，你是要去几工啊？加加两三天尔啦，公司处理了我就回来啊。无，才等你回来了，我陪你试婚纱。对呢，那呢，咱嘛爱来穿结婚要用的物件，大家拢爱做无用啊哦。向春讯息有滴啊？是志汉，伊讲有代志要找我斗相共。最近志汉对我做领导的，在我的面头前也没再提起如此的事情，应该是想要拜托梓彤替如此找头路，甚至想要安排如此的美容馆。要不过如此的背景有问题呢，若是把梓彤带来什么麻烦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是说吴志汉平常时跟你也没什么交差啦，阿姨找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我的理由应该是有代志要拜托梓彤啊。哎呀，不过有一句话我想打在头前，不管伊的拜托恁是感觉是要甲接受，还是要甲拒绝，拢唔免考虑着阮。到时阵恁只要家己变看，家己做决定就好啊。千玉姐，你知影志汉找我是啥物代志是无？啊，伊是要拜托我啥？惠弟，我都干那只是用药尔，所以我也是先卖讲遐尼济。我阁强调一遍，所有决定恁家己做主意就好啊，唔免做阮任何的考虑。啊，答辩哦，若一开讲起来哦，就袂记的，紧食啦，饭菜要冷起。来来来来，大家紧食哦，来紧食啊。其实你离阮姑妈咪那边做了真好啊，伊嘛有讲有机会互你转正职，你讲有需要搁伫遮做拍台啊？安怎？惊我伤痛？这嘛是一个原因啦。啊，上吊的是梓彤小阿姨甲金玉阿姨，因两个是大小林的姊妹啊。啊，毋过伫这进前，因两个交情就真好啊。所以你是惊金玉阿姨会甲伊讲我的歹话？尊公金玉阿姨对我有怀疑，我嘛相信伊袂安尼做。就算你对你阿姨无信心，你嘛爱对我有信心啊！我甲恁小阿姨已经见过几落摆面啊！我认为伊毋是迄种公私不分的人。
我再讲啦，因两个若真正是感情遐尼好的姊妹啊，那安尼我伫遮做出好心志，林清云阿姨嘛会对我有无同款的看法啦？好啦，阿唔过你嘛莫伤忝，阿若无我会。志翰，你安尼袂用的哦。嗯，佳怡。佳怡，人如此有心要伫我遮打工，你却叫伊莫伤忝，你是惊伊无时间甲你约会哦？佳怡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和我伫遮打工哦？我知影你有你的困难，只是你感觉阿姐姐超好势啊。有，副总讲只要莫影响到伊迄边的工课，伊都无问题。是啊，如此的工作能力哦，真正是无话通讲。阮姑姑妈咪是学了才会得志，你绝对袂会。罗志翰，你很会哦。小阿姨，你莫去搞我亏啊啦。好啦，今仔日就先帮你耍。如此，阮的产品你敢有了解？有，恁的品牌伫网络评价拢真好，尤其是这款。是医师级专业人士强力推荐，一瓶搞定，五周让你好看的明星商品。有人的心啊，在小鹿乱撞哦。小阿姨，阿姨真好啊，会当促进感情，阁会当好皮肤 ，bling bling。上重要是，查甫人嘛爱注重保养。你袂歹哦，看起来哦，我应该爱甲雅姐姐瞧一下，叫伊甲你留好啊。哎、欸，真的会使，阿你姑姑妈咪会甲我控伊呢。哈。安尼足可惜的呢，阮最近足无闲的，小珍哦，今个是无闲，敢毋要病过？我去香港出差，阁欠一个助理。我眼睛啊，我意思是讲，我即久刚有摆休困，那是当甲小阿姨做伙出差，我一定会当学较济。安尼上好啊，我等下就要出发啦。男朋友，你唔敢哦？袂啊，只要是如此爱做的代志，我就会支持。我看你哦，以后一定甲恁爸同款，拢是宠妻魔人。如此，我即马就随带你回去看行李，啊，等下伫机场甲小姨会啊，好，行，嗯，小姨拜拜，嗯，待会见。人都拢无人啦，咩啦，走倒去啊啦。哎，人伫个暗影之下。哦，倒一杯茶来啦。好。你是安怎心？哪心情遐歹？啊，当然要找无人，当然要袂爽快。啊，拄只咧看啥？看啥出神啦？哦。啊！我着今仔日吼去温泉会馆，啊，去有一个叫做将军的少年家，甲下跋倒啦。伊着提名字予我，讲我若有对我无爽快吼，爱去联络伊啦。联络伊要创啥？伊敢疑心？毋是啦，是伊甲我弄跋倒的。讲重点啦。哎，啊！你来遮尔啊奇怪哈？是你咧问的呢？你看啦。你来看这个名字顶了是写什么名啦？中军啊！啊，你哪会无要无紧？哼，嗯，第一啦，你人也无安怎啊？啊，第二啦，这个人就讲伊要负责啊，我是要要紧啥？要紧是。伊叫做将军，你敢无去予想着？我的确，
伊是制裁者的后代啊。是啊，就是伊啊。伊老母啊，就是张天霸为个查某囝张雪清。你有影早就知影？啊，搁这么冷静？飞弟啊，张天霸已经我西龙泰国啊，还搁万条案，甲处理掉啦。当年虽然我顺利救退赎命，也毋过我知影制裁者将家早晚会找到我，我当然爱心下手为强。万条万即马伫咧内面，会走啊！军情甲你交代个，利用江天霸无愿意灭到这点，西龙伊甲你去对付江天霸。想袂到，你伫迄时阵已经开始布局啊！根据我的了解，制裁者拢爱等到十八岁了后才会将传承的。啊，不过张天蛮早囝才十四岁，根本就唔知影张家到底有啥物天命还是人物。张天蛮死了后，等于讲就拢失传啊！原来是安尼生哦。虽然讲制裁者已经死啊，啊后代也无得到传承，嘛阁也可能将家保管的法器，啊你敢无甲处理掉？啊若无万不利，若是去互因找到，哎嘛是起风波呢。张天霸死了，我有偷偷走去蒋家找过，啊，不过偏偏哦，就是拢找无。是计是讲哦，在开业啊、新都边啊那边在找着，结果啥拢无发现呢？敢会是发生命案了后，啊警方有收证，啊叫警察提起嘞？无可能啦，警方那边哦，我嘛特别去注意啊，不过就完全无迄个物件。你敢有确定？我想在讲白贼。事关重大呢，像知影你是毋是偷藏无？啊！你即摆来怀疑我？毋是啦，我是咧烦恼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当然的啦，唔管安怎讲，制裁者有法器会当对付你。啊，若讲无找到，恐惊的。也是留一个后患啊！还不是针对我啦。八年前啊，张家、江家、朱家，迄祖先都约束好势啊。只要南都北江两大风水家族，不让惊骗去。也唔过你，我拄则唔是讲过啊？张天霸在死之前，
根本就无甲因查某囝讲过这才假的代志，要这才假，真是失传啦！啊，因拢唔知影，啊，我是来烦恼啥？万一，万一啥？你是因为看我落这，你才甘关心？我唔知个意思啦。啊，无你是做啥物不如意的代志，替我出气哈？我哪有替你出气啦？你敢无想到讲，是不是因为你拢受过白目啊？无你是去食着炸药性？我确实是因为甲啥物冤家，就甲免啊歹声扫，歹互免啊发现我甲啥物代志，那就无好啊。无啦，就因为公司最近代志较济啦，啊，甲你讲这你也唔知。这嘛，你可以到去公司处理代志啦。真正是你去报警？我无。除了你，无人知影阮爸伫遐。万新民建的误解是我报警惹万条冤的，国战大来甲我扇嘴皮，一想到我就气无歹。我猜我对伊真好，甚至认为伊是为了解我，唔惊我的查某人，我真正是目睭花花，硬要掺来看作罪过。中明这老不休啊，总算让我当着伊老高家的时阵啊，无趁这个机会拄掉这笨手，那不新民早晚一定叫伊跳江落来。这个查甫的感情，哪会甲伊这么同款？不过这哪有可能啊？这工厂人刚发现我。董事，董事，小丹姐，董事，你物件卖去听啊？董事，这是你手术要用的工具包对无？我看伊去柜台无摕啦，所以我专工送出来给你。是我的目标啦，啊，不过我有交代经理讲，我的助手稍等下过来。派事派事，张博士，我们再进行代志啦，把我摕到去看。免，你拢已经摕来，你就好我啦。我搁打电话哦，我的助手讲，卖过来就好啊。稍等下，好，你的记录，多谢你。不谢，张博士，多谢。张博士，看来真正是我想太多啦。伊若阁活在这个世间，也无可能形容变作一个神医啊。看来是我想太多啊。我知影，那安尼哦，就先出会，其他就等我到香港再阁讲好啊。小姨，我拄仔帮你看过啊，这边仔的病所拢太垃圾啊，啊，这间较清气啦，你用这间。你嘛要用哦，无你清气啊？啊，唔免啦。我等下登记进前才上就好啊。哦，无麻烦你替我搁一下行李。啊，好啊。小丹姐，
等我一下。那里面有比较重啦，我用这芳香剂替你喷喷的，它会遐尔臭，身上消毒一下啦。志汉真正讲了无唔对呢，你真正就大心的。你若是甲志汉结婚啊，我绝对包一个大红包给恁。这如此喷的芳香剂，佫真香呢。小阿姨，小阿姨，我看到有人啊，进来倒扫的，有人昏倒啊！我注意到谁啊？人在内底，已经昏倒啊。你做得真好啊！你真正是我的得力小帮手诶，若是无你哦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你最近到底在创啥？进前你爱我甲你斗相共，甲江老夫人，还佮有方彩霞在走。今摆你佮爱我甲你斗相共，超过伊接近林志康，甲伊未完婚，我真正足惊会发生啥物代志呢？是你惊啥？进前我叫你替我做诶代志，倒一家有牵连着你啊？我不是怕我受到牵连，我是在烦恼你。之前你就是因为安尼，让人送去疗养院呢。啊，若是这次搁较严重，甚至封关是要安怎？看你替我遐尔烦恼，我就知影我不听唔着人。就算我让人抓去关在疗养院，搁安怎？不是规章好好出来啊？放心啦，我袂做无把握的代志。你就搁替我 cover 三天，代志完成了哦。我连顶个你替我做的代志，做伙甲你想想。好啦，林子彤的手机啊、行李就先放你那边。哪是有人打电话给伊，伊知影要安怎做啊？我知影。代志交你，我就放心啦。我身体无闲，有啥物代志随跟我联络。是安怎疗养院的人会把我送来这？而且我搁穿手术的衫呢，可是昨下手术无做好，我搁要开一间刀。是免烦恼啦，我会替两百七间手术，是我家己斗三工完成你的心愿，我有答应你啊，所以你会当开始你报仇计划头一步。我会报仇计划？你是讲？我已经把林子彤抓来家，伊伫个手术室内底。等你做好你的心理准备，我会带你过去，甲林子彤交换身份。交换身份？是要安怎交换？你敢是想要利用手术，甲我甲林子彤的面相对换？冰狗！想蛤蟆你！我既然有答应你，要替你完成你的心愿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假使你继续踮伫遮，你什么拢无法度做，所以就要抓一个人代替你，你就会当自由离开遮，大脚大手，顺利去完成你的报仇计划，而且无人会甲你阻挡。就算要找一个甲我对换，是安怎是林子彤啊？你西装遮尼歹，又搁个人玩，我刚才想到伊，我就感觉就倒单诶。我不会变做伊的模样啦，超强，我跟你讲，我想的迄种报仇吼，是甲林子彤拍落去十八层地狱，会经过迄种生不如死的凌迟，还佫有折磨。
我伫个上黑暗所在，拢无人来救伊。我会感觉对人生太大绝望，伊种啦。阿三，你做会到？你绝对做会到。只要你甲林子彤交我身份，你就一定会当美梦成真啊！不会啦，我生到这么水呢，我不会甲伊个薄阿兵交我啦。你根本就是想着伊艰苦着我嘛，我无爱，我无爱啦。我若是甲伊个歹查某交我，安尼哦，我连照镜都唔敢啦。好，你先听我讲，来，你冷静听我讲。你不是讲你会甲你家己交予我，你会百分之百的相信我？咱是互相相挺战友，我哪有可能害你？我是真心想要甲你斗相共。你好好听我解释啊，我会做这款决定哦，我是想得足清楚的。只有你甲林子彤交我身份，对你来讲这是上有利的方式。是安怎？你要给我一个理由啊！你敢唔记得我有甲你讲过？我有请阮爸的律师去评估你的状况，你即卖的状况，若是要完整做了你的治疗，至少嘛要一年的时间，一年的，你敢愿意浪费伊的时间？假使今年你会当变作林子彤，领导兴风作浪，啊林子彤敢来当代替你，伫个病院内底接受治疗，看你安尼林迪伊的情人，煞啥物拢无法度做，迄种绝望啊，佮无奈，嘛是种报复对无？对哦，确实是安尼呢。我刚才想到，以后伊会替我放乖、放电，佮食迄款会变戆的药啊，我规个心情就好起来啊。是毋是？你换一个角度去想，你就知影为甚物我安尼做。重点是，你会当自由离开家。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代志，而且这个过程，我绝对不可能和你孤军奋战。我用我所有的资源跟你斗三工，咱强强联手，一定是无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不过是要安怎交换身份啊？敢若靠手术，敢真正会用得？假使讲有人发现讲有啥物问题，我是要安怎解释啊？这你放心啦，我用阮爸的人脉哦，用足侪钱找到国外一个医界的权威。张博士来替董秋叔，而且哦，伊嘛有一间家己的生技实验室。那毋是伫咧香港的演讲拄好结束，我嘛无法度请到伊。伊刚才是真厉害，相信我。好啦，无，咱就试看卖。安尼就对啊，你无要试看卖，哪会知影头前啥物款的好风景？搁靠安怎讲？有我伫你后边做你的保固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哦，我拢会替你想过，有啥通惊？好，安尼咱就去做手术。张博士。我从医院来。你好，早就听过你的名声，想袂到真正能请到你替伊动手术，我是感觉足幸运。也希望你能看到伊在因身躯顶创造一个奇迹。杨总裁啊，我主导过我的实验室啊，只是甲伊接触的哦，是我另外的一位 partner。啊，即个拄啊好，我伫个香港演讲，既然有这个机会，同我报答杨总裁恩情，即逝我是一定要过来。唔该，安怎？麻烦你啊。你要创啥？作品。啊？小段，我的顺算，把你名誉上分丢掉。谁安尼丢掉？安尼不是送掉林子头？
你是凭什么画着我这张这么水的面啊？海生啦，啊，伊不是条狗哩，跟你反抗的，伊这人就安尼啊，想着啥就讲啥。不要紧啦，我会当理解。白小姐，我对我每一届的手术都是要求完美，我希望我的作品袂当有任何一点仔的缺点。而且，你敢真正想要一世人用这位小姐的面容活落去，做伊的替身，过伊的人生，承担伊所经历的因果债业？你敢有法度袂去你原本的家己？你敢会希望做回去你家己？张博士，你讲甲袂输你有经过我刷落爱面对的手术结果同款呢？所以，我唔是你头一个作品。张博士，请你相信我，这是我的专业。我先甲你说明清楚，是惊你以后会后悔。我并无别的意思。歹势啦，啊，不过我也无做过这种手术，我当然嘛会惊啊。而且，咱今日是头一次见面呢，我当然会有淡薄仔怀疑嘛。不过你讲法无唔对，我确实爱甲未来想好清楚。我即马变作林子彤吼，只是计划一部分。等计划完成了，我嘛爱变倒来，我本来家己啊。我绝无爱只想做林子彤。你唔免怀疑我，以我的技术，上侪三天的恢复期，你就会当完全变作林子彤。好，我相信你会替我完成我的愿望。我准备好啊。那你麻烦你倒去你手术台，我来准备麻药。你即摆有一个机会，会当后来变蓬果。你是在讲啥？我要委屈我家己，甲你交换身份，让你变作我的替身。万一你是在被讲啥？我怎么会甲你交换什么身份？我把你归家，我把你归，我搬走白衣，我搬走，我搬走。好佳哉，我出什么事佳哉？啊，你无大无钱，佮刺激是创啥？啊，我惊到心脏要跳出来。我想要提早开始我的复仇，敢袂用得？伫咧变作怪伫咧疗养院的白银静静，我就先让伊知影，伊坐落来爱病毒的恐怖代志。从即马开始，就感觉足惊吓的，慢慢走入去一道乌梦内底。我即马刚刚想着，就感觉足欢喜的。你放心，我伫外口陪你，你毋是孤单一人。曹强，多谢你
一直陪在我的身躯边。我会跟你风雨同舟，迄嘛是因为你生死相挺。以来我伫平安路，麻烦你啊。吕小姐，所以你的奇幻旅程就要开始了。同这款哦，你若敢对我安怎，真正会扣拐角、头毛嘴招尾，一世人拢袂像安怎样啦！慢着，慢着！我当然惊这坑子嘛，你若准讲我会惊，我甘愿死，嘛袂让你家己有查某囝性命一件毛。惊！我嘛是医生啦，阮妈的检查结果安怎吼？你直接讲袂要紧。这段时间吼，万条我拢无对我安怎，我身体应该是无问题吼。虽然哦，你的身体并无任何外伤，也毋过经过检查，你的身体肠胃发炎，而且泌尿道嘛有感染的状况。应该是吼，你去有万条我抓去的时阵，啊便所无方便，才造成感染。身体发炎应该是安尼引起的，确实是安尼啊。啊，不过嘛是要较注意，若无严重起来，恐惊引起败血症。那安尼，是不是爱先用抗生素治疗？等一下，护理师会来处理。林醒好啊，休困。啊，多谢啊。妈，医生哦，拢会先甲歹的状况哦，讲互清楚啦。啊，无一定哦。会遐尔啊严重，你就莫烦恼啦吼。唔知警方敢有抓到万条管，我实在足希望伊会当悔改。你手机给我，我想要较好礼品，叫伊免替我烦恼。啊，好啦。妈。医生拄啊，唔是有吩咐你爱好好休困，阿姊哦，我来联络就好啦哈。是安怎？敢是有看到万条万的消息？唔是啦，唔是就退来啊！妈，你莫激动啦，你莫激动啦。手机好我，那若无，我来去外口去忙手。好啦。你这么是攻击我了，人家对我安怎，你真正哦，你去拐角头毛吹就办，这些人都没机会出来了，走开了。
你只好把针剂提起，我要来去杨淑华去找万条万。妈，安尼真危险呐！我讲过，不管我有任何机会，我拢袂放弃伊靠近万条万。之前这道理我拢甲你讲过，你应该了解。进来啦，妈，医生讲你今麦的身体哦，有感染啊，伫发炎。啊，若无好好治疗哦，会变作严重的呢。安尼，咱就莫耽误时间，就紧去紧转来啊。妈，啊，万一哦，那引起败血症，迄是要安怎？迄毋是咧讲耍笑呢？我嘛无咧讲耍笑。妈，妈。妈，我陪你去啦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我得陪你过去。妈，我陪你去啦。多谢。来，感谢你。老表，你别忘记今晚的通知了。去搞帮助，对苗，你看肯定啦。你个点去啊？我今日就算逃未去，我嘛先给你解决掉。卡面你个用什么搞搞你？亲像你这款话就歹去，偏啊歹去的人做出来胖啊，歹食一百倍。我是安怎要忍受这款品质啦？丁伟官啊，你安尼哦，外表水水的。啊！内面哦，垃圾鬼啦！可惜啊，人甲精神啊，都无得沟通咧。伊甲你讲话啊，就袂输啊，听你同款。我也是辛苦着这吴信贤啊。你过去，今个你莫吵吵。若是阿姨今耽误着伊了，你就是不好叫。你哪会说清楚？万年万，阿你你天天的妈妈会艰苦，阿哥我这世界的妈妈嘛会艰苦。阿哥，万年你走。安全！为着这届手术，动作是咱两个交情的开始，以后一定有更加侪机会通好见面。我哪会感觉这个张博士讲话，敢有啥物含义？未说是甲感觉有啥物牵连的？感觉你较深啊，还佫认为家己无唔对？林家的老阿妈会受到这么侪苦，迄拢是恁林家当初放杀我的报应。你真正是刁的，你甲董俊拢感觉无有意义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伊是迷糊？我即马在咧找彭彩霞替林信贤问下伊的心事。老张爷，你没有白来哦！我若真正出代志哦，你永远都唔知影真相啊！我一定要摸清楚信贤的心事。你若唔讲，我绝对袂帮你抓啦！在一份缘，有你疼惜的温柔感，无人会当像你这款予我安放。船若出航，总有一天，也是爱回航。一天晚，有你疼惜的温柔。